发生在20几年前，我的家乡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就好像昨天一样。我父亲和我亲身经历了这样一段历史年代。这就是我们那个小村儿。那个时候我才12岁，我们全家干活，没有一个闲着的。我父亲最劳累，他带领着我们。我母亲身体不好，可也得下地。还有我姐姐和我。尽管一年到头的干，起早贪黑的干，我们全家还是不够吃的。为了挣几个钱补贴家用，我父亲在农闲的时候就带着我去跑煤窑。我们受尽了欺辱，在这儿我看到了许多工人从那个乌黑的窑洞口爬上来。他们成天蹲在这个不见天日的煤窑里刨煤、背煤，把一篓一篓的煤背上来。他们好像是住在地狱里一样，他们浑身是汗，刮汗板刮不净他们的脸。他们像是被活埋在地窖里，谁也不管他们的死活。他们的血汗给老板换来了一块一块的大洋钱。他们成天爬着背煤，爬着爬着，只有在爬到洞口的时候才能见到一线阳光。从煤窑驮煤回来，我们就到集镇上去卖。老郑叔，二牛啊，煤价怎么样啊？嘿，煤一涨价，谁还烧得起？保住本就不错。那我叫坐会儿吧。好吧。拿去。三国战将勇，手推赵子龙，长坂坡前成英雄。干什么？你个庄稼蛋子，老子忍你了。美黑子，放吧。
什么年景还打架？臭庄稼蛋！你来，你来，有种你别走！你他妈的，老薛，你又喝醉了？他们拿扁担打我。我问你，咱们那么些弟兄们死在窑里了，你跟大贵人这样干了没？他们庄稼人也是受苦人呐。回去吧，弟兄们。回去吧，弟兄们。这么一块地，可干嘛你跑煤窑啊？要是打这么严谨就好了，打这么严谨就好了。为了打井，我父亲求人跟地主杨老成借了200吊钱，他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上。今年可发财了，到底是打眼睛强啊！我把三村的麦子都看遍了，谁家也没你的好。老孙爷爷，哦，老孙爷爷，今年五月端午，可该吃顿好的了吧？啊，吃啊！
严谨不错啊。说的是啊，吴彦哥，你这麦子保叫老成爷也高兴。不过靠这几颗麦子可不够花你的力气呢。我想够了吧。我说不够啊就不够，集上麦子的市价是一吊二一斗，你这个麦地就算能打上五担，一吊二一斗。是啊，去年的卖价是四吊钱一斗，你卖了麦子还钱也可以，老程爷爷还不愿意要麦子呢。你瞧着办吧啊。一吊二一斗，一吊二一斗。眼看麦子都是杨老成家的了，还背了一身债，我父亲只好赶牲口跑集镇，把我们家树上结的杏儿拿去卖。大兴来了，大兴见了啊！不少啊，杏子什么价啊？哼，三个大子都没人要。那大你快快去去，走走走，去去去去去去去，吓他们不宰他们，走都过来，走去去去去去去。嗯，不味不坏啊。是啊，我来点。老郑叔，二勇啊，看见我们顺顺没有？顺顺，他拿出我的棺材本赌钱去了。那边你看看。啊、来呀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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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多呀多赢啊，多呀多赢。好好好，压压压，压多少？好好好，来，财宝啊，压压压压，压压压压，哎，我压一下我抬手啊，来线的，不赊账。好，我跑着，我爷爷的三五弟可跑不了。来吧，好。你在这儿呢，给我回去，回去！你跟我回去你！我不回去，叫你别来，我回爷爷回去吧。来来来，咱们来咱们的，我不回去，回去！哎，回去你，回去！我偏不回去吗？好啊，你个小杂种，在你嘴赌钱你。你不给你赌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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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赌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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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给你赌气，行，回去，不给你赌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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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给二师兄，你看，没收汉奸卖贼财产、粮食、土地，交给贫苦同胞享用。谁写《中国共产党》啊？同志们，怎么回事？同志们啊，都没听说。啊？对对对，是，是，对。站住！站住！把火车走！Thank you.
我不是个欠债不还的人呢，实指望赶着牲口出去跑跑挣几个钱，谁知道牲口也叫贼偷了。我看呢，干脆还不如把你那四亩地给老程爷爷出了文书算了。你还有什么法子想呢？那四亩地是我的命啊，我怎么能放？你能有别的办法也好，这东边日本人在杀人放火，西边共产党又在造反，老程爷爷还不愿意要地呢。二牛，你想妥当可不行啊，你也知道老程爷爷的脾气。你跟老程爷爷说说，能宽容一步就宽容一步，实在不能的话你就拿笔来写文书。话是一句啊，我干什去吧。不干喽，这辈子连个放屁的功夫都没有。今儿个呀，我还要自在一天了。
争啊？输了。我父亲下了两天棋，第三天忽然不见了。我母亲要我找他回来。那天杨老成家办喜事，非常热闹。我想说不定我父亲到他家里帮忙去了。再到这儿来了，老天爷，这是怎么的了？还有没有人活的路了？黎民百姓，你们大伙儿都看见了吧？这就是那个罪该万死的共产党。村上的大伙们，他黑更半夜的串联人，想要领头造反，
还想来个共产共妻，这个大胆的东西竟敢跑到我这个村来捣乱。这个坏东西是昨天晚上雇人带的人抓住的，以后谁要看见这种坏东西都不要放开手，知情不报的人和共产党同罪，抓住共产党县长老爷就有重赏。总为黎民百姓，有的共产党你们就得死在刀枪之下，共产党杀人放火，我们要精诚团结。清早起来我进了县城，县长老爷吩咐我将这个共产党斩首示众，立即执行。等一等，我有话说，诸位乡亲们不要信他们的话，共产党不杀人不放火，杀人放火的是国民党蒋介石，把人逼疯的是地主恶霸，把人逼得活不能活死不能死的是他们，是他们。共产党跟你们种地的人是亲兄弟，是一条心。乡亲们，你不许你说，混账住嘴，快去。黄河西里的老百姓已经把地主恶霸打倒了，把地主霸区的地收归自己了，咱们党要团结在一块儿，要打倒地主恶霸，给我砸死地主霸区的地和房子都收回来。乡亲们亲人们，黄河西里的共产党和你们庄稼人是一条心的。哎，乡亲们，咱们工人农民是一家人呐，要团结。老程爷他已经没气儿了，把他拉到乱石岗子埋了。吊胆地等着，我和我姐姐也在等着，等着等着，后来我就睡着了。你回来了没有？没有，你睡吧。小青的娘，拿灯来，把门关上，躲风的。
外边乱说呀？啊！二刘哥，我看把老郑叔找来看看，还能救不能救？亮子，你快去把你老郑爷爷找来，就说我有急事找他啊！哎，就他马上就来。你下去，老郑爷，快去，快去呀！干什么？我爹有急事找你，快去。我不能去呀、啊，亮子，你不知道，你那不走正道的顺顺哥把我气死了。他把我放了一辈子的羊换来的三亩地，输给人家郭文元了，我不能去呀、啊，我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哭不要哭，好好好，我跟你去就是了。啊，别哭别哭，我不管他共产党不共产党，他是煤黑子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受过煤黑子的气，你们另外要找人给他治罪吧。老郑叔，你听我们的话，我们两人看出他有点根由，他说黄河西的老百姓把地主恶霸占据的地都收回来了，老郑叔你发发善心吧。哎，善心，这年头还讲什么善心？哎，他叫杨福丑，是我们把你救了，你有一句话抓住了我们的心呢，你告诉我们，黄河西真的把地主恶霸打倒了吗？共产党为什么向着我们受苦人？你可不能说半句假话呀，我们受了一辈子骗，吃了一辈子苦啊。
是咱们受苦人，不再受苦，不再受穷。亲人，咱们受苦人只要团结在一块儿，就能当家做主了。这个共产党真有骨气啊，打死了都不出一声啊。哎，是啊，要是为了受苦人，可他到底图个什么呢？人不为己，哎，天说没有，来咱们村那共产党啊，叫他们给抢走了。昨天夜里来一队人马，浩浩荡荡，吃亏吃价。郭先生，嗯哼，二牛哥啊，共产党真神通广大，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呢。共产党你不是看见了？我看呐，跟咱们一样，嘿，也是受苦的穷人。昨个板神村有人来说，有一家恶霸地主的粮食盾被穷庄户们给分了。啊，真的啊？真的吗？你找到李文才，就说这儿情况很好，叫他赶紧派人来，其他的都写在纸条上了。小学教员李文才到那儿一打听，李老师谁都知道。天亮了，天亮了，快起床，快起床，起来看太阳，起来看太阳。我找李文才老师，有什么事吗？你们先复习一下，等下默写第五课。里边坐吧，哎，坐，哎。同志，是你救活了他。同志，李老师，我叫田二牛啊。不，我的亲老哥，你仇恨地主，救活了自己人，我们是同一个志愿，我应该叫你一声同志。坐，坐吧，坐。同志。是喝水坐。对呀，同志。二年同志，你回去告诉老刘，让他好好养伤，工作照样进行，我马上派人去接他。来，把这个带给他，你可多费心了。李老师，你放心，只要有我田二牛在，就有老刘的命。
你们大伙儿听着啊，县长有令，私通共产党，满门抄斩。逮捕一个共产党可是赏大洋三十元呐、啊、赏大洋三十元，三十元。副手又去领赏了。啥罪名啊？嗨，有啥罪呀、啊？外乡口音，穷光蛋，身上要啥没啥呀，就搜出26根红洋火，说这是共产党暗号。二牛，你得小心点了。杨老成从县里领了圣旨回来，您肯错杀1000也不放过一个呀、啊！哎，只要你不落口就行啊！这，你放心。哒哒哒哒，就，臭子，哒，过来，过来。这个刘叔叔可好了，小孩子家懂什么好坏，这是共产党。哒哒哒哒哒，老孙爷爷，你倒是去不去啊？他已经好了，我就不去了，跟你爹说说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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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杨老郑，老郑，你等一等，老郑，你孙子还欠我50吊钱呢。你把他给逼走了，哎，别走别走，你可得记得扛账啊。我把我孙子逼走了，记着那个畜生把他逼走的。哼，说的好听，跟我要账，你爱怎么地怎么地。哎，你怎么不说理呀、啊、记着那个畜生不说理。你骂谁呀、啊、我骂那个不说理的，我骂那个骗子手，我骂那个吃屎的狗。好啊，你刚把老成爷的羊给打死了，你给我滚，给我滚。把铺盖丢下。给滚啊。不好了，老郑爷跟郭文言打起来了。快去叫你爹去。孙子们，老子不怕你们，叫什么叫跟咱们拼了，打打打，打死老子，老子也不怕你个渣子。我到了阴曹地府，我要告你们这帮狗杂种们，就是把我腰断三截我也不服你们。走上人世的郭文兰，你骂老子宰了你，我就要造反了你。哎呦，我后悔没有抠你的眼，挖你的心，你个狗兔崽子。二牛哥，你给说说吧。对，来说说。二先生，你先把你们东家请出来，我们大伙儿想给老郑叔说几句好话。老郑爷爷出来了，杨老郑出来只要给老郑求情啊啊，我们这几十个人，只要给老郑求情就到那边坡上去摔下去，还要抵我那只羊的命。哼，他放的是我的羊，吃的是我的饭，你们真是喝了黄河里的水了。我说老郑，你今年多大岁数了？没零没整，53。你怎么活得不乐意了？哼，我早就不想活了。
驳你嘴硬，塞他一堆驴粪送他到局子里去。放下，你们太欺负人了。我说二掌柜，老郑叔的为人谁都知道，他有什么错有理说理吗？论辈数咱们是平辈儿，可我叫您声老成爷爷，你今儿个就发一回善心吧。你可怜老郑，他为你放了一辈子的羊，来都来，咱们给老陈爷爷跪下。嘿，老陈爷爷，你就饶了老郑兄弟吧，我洪吉总还值几个钱吧，我做贼一次也没偷过你，你总得给我点面子啊。给你点面子，不过有三个条件。第一，拿三块钱给孤儿院养伤。后来他还叫老郑叔买烧纸给死羊祭奠，大伙儿都气不愤啊，可是总有点怕惹事啊。这帮狗东西这几个条件就是不理他，看他怎么办。干什么？我一定要去。哪儿去啊？你送我到老郑叔那儿去，我去看看他。这怎么行？只要老子死不了，一辈子会记住这笔账。口杂种们，这要多少钱？你哪来的？你就尽管养伤好了，老张叔。我可不能连累别人呐。狗杂种们，我混你们拼！那个姓刘的走了没有？怎么了？那天他跟我说的，当时我怎么没听进去呢？不成，你要干什么呀？你领我去。老郑叔，走不了，你扶着。扶不了，打也得打得去，一定要见他。二牛他们来了。受苦了，可你做得对，我们大伙儿会替你报这个仇的。老刘，这是买药上的。不要这样，老郑叔，
听我说。你说吧，你让我上刀山。老程爷爷啊，你吩咐的那三个条件，杨老正他就是不理这茬。哦，我看先放他一手吧。啊，最近呢，村子里的谣言很多。哦，那个姓刘的共产党的尸首确实是不见了。哦，我看你到保安团去报告一声，要他们藏到咱们村里来攥着点啊。是。李老师，没送来了，放在哪儿了？就放在窗户底下吧。哎，请你进来拿钱。集体流动。他，对，他没有牺牲，被老百姓救出来了，可是伤还没好，需要接回来。他在那儿做了不少工作，已经扎下了根子。我去。对，到那儿以后啊，多发动贫雇农，注意党的政策呀。怎么了？有困难？是不是另换一个同志去？为什么？我给他们村里人打过架。哎呀，你爷啊，真像个小孩子似的。难道说现在你进步了，人家就不能进步？哎呦，嗯，干什么？干什么吃的？说。是。共产党，站住！走！嗯，又抓人了。谁来了？出了什么事儿？保安队抓住一个工人，他们硬说他是共产党。他说是你的盟兄弟宋梅来的。盟兄弟？这人什么样？他说他叫李老玄。嗯，他们正在龙王庙审他呢，咱们去。等一等，副手，要随机应变，不能硬来。他说是你的盟兄弟，你就也说是他的盟兄弟。我告诉你，他是个光棍，今年38，他老家住在山东。你叫田二牛啊？是，我叫田二牛。
这你什么人？哎，说，是我蒙兄弟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李老全，今年38岁，老家山东，是光棍一个，他家里没有别人。谁问你这些了？他妈的！我只问你，他是不是共产党？他是不是共产党？我可是不知道啊。有一回，我在他家里喝酒，他喝醉了，说共产党想造反，那不是瞎子点灯白菜啦。长官，他要是共产党的话，您就把他杀了吧。你，他既然是你的蒙兄弟，他来的时候你怎么看也不看他一眼啊？我有了难了，哥俩有没有真交情啊，就看这一回了。我看他做什么。这是你什么人？我小子。这个人你认识不认识？你接待矿上有几个蒙兄弟？我没兄弟。有几个？说啊，是你呀。今儿个我非打死你不可！你，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这是干什么？长官大人，有一年呢，我到机场去卖煤，是他差点把我脑子砸出来，今儿个他落在我手里，我要跟他算账。你，好啊！你敢打我蒙兄弟，我打你就不讲理了。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他妈的，滚蛋！滚蛋！哎，马队长，这不行，行，是。这我这是悉数进曹营啊，明保曹操，暗保刘备。我还真的以为你要报仇呢，3年前呢。就因为那次打架，我差点不给老刘治腿。哦，这会儿我才明白点了。那时候啊，我也是蒙在鼓里，稀里马虎啊。来来来，抽我一锅子烟。嗯。这真是不打不成交啊。可王后老宣在这儿头一条就是不准打架呀。嗯，往后我在工作上要有什么不对的，弟兄们只管打，我保证是绝不还手。好，大家可看着这点啊。江老弟，来来来，好日子有你们过的嘞。这恶国呀，早就激起营地了，一惊啊就是1800亩啊。嗯。轻一点，轻一点。他们是工人、农民、当兵的说了算了。不知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到那个地步啊？快了，快了！只要咱们苏区的红军一开过来就行，咱们可不能等着啊。是的，要想建立咱们的政权，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。嗯，对呀，要不咱们只有被人踩在脚底下，一辈子也翻不了身呐。嗯，到了那个时候就不同了，没有当官的压迫，没有地主欺负人，咱们的革命要是成功了，那你赶快回去跟你们弟兄们约好了，夜里在关帝庙相会。
可别耽误事啊。啊，放心，你这老脾气啊又犯了。瞧，我一说起这个来啊，什么都忘了。我就爱说这个呀。你别下地去了。光远，给谁做题呀？小晴啊，我看看呗。小晴，啊，你们都在这儿呢。二牛哥，我来找你谈谈下午的事。你们秀清立在门口，他，我和他说，啊，这是谁啊？你要干什么？关了他！啊，我要喝了！滚！滚！滚！这个畜生！滚！滚！怎么办？宰了他！等一等，先把他扔到柴火堆里头，咱们大伙来合计合计。洪吉这个人到底怎么样？上次我们把你打坟地抬回来，他一直没露。老郑叔，您还是回去歇着吧。今儿个你再赶我也不走。你这一走啊，说不定什么时候才能见着啊。我的老侄子，你成了我的热火盆子了。我已经跟洪吉说好了，我就在村口等着，你们随时指挥我一声就行了。你就一边打着我，一边大声的喊共产党把国务院抓走了。嗨，我知道。洪吉叔，下边坐吧。啊，抽烟。坐吧。洪吉叔，您也是受苦人呐、啊！您从小给地主养老城干活，现在落到这种地步，没吃没穿，挨饿受冻的。别说了，老刘，刚才二牛已经对我说过了。一点小意思，您拿去喝一盅吧。用不着，老刘，现在我已经明白过来点了。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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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共产党进了村了，把公务员给抓走了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共产党进了村了，把公务员给抓走了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共产党进了村了，把公务员抓走了，救命啊！好了，把国务院干掉了。这就是田二牛同志，这是老白同志，这是老梁同志，这是复仇。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行里的王八，咱们也跟着亲个嘴了。坐坐坐坐，大家坐坐，顺您坐坐。
今儿难得，大家在一块儿团圆一阵吧。我走了，老宣同志要经常和大家见面。今儿个铲除了国务院，这是个不得已的事儿，往后可不能这样干了。我们主要的敌人不是他，革命成功还要经过艰苦复杂的斗争，大家要紧紧地团结在一块儿啊！咱们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！来来来，大伙儿喝一盅，来。咱们俩呀、啊，是桃园三结义打出来的交情，一点也不假。哎，我先敬你盅，干干。哎，就是没有送给你们一点东西、啊。哎，你们已经送给我们东西了，我们也送给你们东西了，这东西。外面黄金都买不到，这就是咱们的心，有共产党领导，有咱们弟兄们的心连在一起，世界就得给他翻一个个儿。现在刀把攥在人家手里头，咱们还得斗争。那么这江山什么时候才能到咱们手里？咱们有毛主席坐镇延安，有管遍全国的老百姓，这日子不会远的。抗日战争爆发了，这个消息马上传到了我们村，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。不到几天，李文贵就占领了我们的县城。在这个时候，矿上的工人们组织了抗日游击队，他们忍痛把矿山炸毁了。正在日本兵到处烧杀老百姓的时候，山那边开来了八路军，我们那儿很快的就成了游击区。抗日政府建立起来，区里有了我们自己人。我父亲和李老玄马上跟他们取得了联系。嘿，这回可好了，回来了。二六哥，回来了。区上怎么说的？区上啊，秋枪，甭关门了，这回啊，不怕这狗日的了。毛主席跟中总司令下来了没有？他们没下来，八路军下来的可不少啊。哎，你们猜谁当了区长了？啊、哦，谁呀、啊？不，煤矿上的小学教员李文才，李老师。啊、哦，不过呀，他让我们回来呀、啊，马上建立村政权。对了，咱们自己干。哎，我们在路上合计了一下，你们看是不是这么办？副手。你领导武装，老郑说你执掌咱们村政权，秀清你负责妇女们的工作。爹，我呢？你有差事。我们临来的时候，李区长说让我们成立抗日儿童团，你呀就干这个啊。还有农会的工作眼下由我来干，这大部分都齐全了，只要咱们大伙一条心，事儿就能办好。哎，是啊，哼，老天爷呀，这就说叫我当村长啊。你不敢当？敢，这怕不认字难办事不是？咱把老秀才找来呀，他呀得听咱们的。哎，这村里的人们，不管男女老少，都得团结起来，共同抗日嘛。哎，对。
杨老成，我们也要参见他。是啊，是啊，对呀、啊，这个嘛，是啊，这村长我干不了，这我不干，我不干。这杨老成还能跟咱们一块打日本？咱们要紧租紧细，团结起来抗日，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就出力，大伙儿一起动手干，咱们能饿到肚子打日本，这就要杨老成帮帮忙了。那行吧，找他演租去。找杨老成要枪去。这件事儿司令得多费心了。嗨，一两个共产党算不了什么，回头我派刘队长带几个弟兄到你那去一趟。好，老兄，说是日本兵已经过了铁道了。哦，我早就料到了。杨老成打的什么主意啊？哼，你们看这是什么呀？汉奸，鬼子还没有来他们就准备好了。哼，狗杂种。你往哪儿跑？把钱交出来。哎，不成。哎，你说说，枪没有了，谁不知道你们家有几支枪？那只盒子呢？说，枪让老春心带走了。马贼，等一等，把印交出来，交出来。这那什么事，我就说了，我就忘了。嘿，哎，搞什么鬼？还有人乱伸桌。等一等，马上就开会了。等一会儿，大伙儿听着，咱们马上就要开大会了。今天的会有两个事儿，头一个事儿是新村长接印，第二个事儿是团结抗日，咱们大伙儿来合计合计，怎么样组织起来打退日本鬼子。飞了，你要造反呢、啊、走，对，好，走，对，走，走。你们是哪一部分？来干嘛？老子是孙司令的部下。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？老子要打日本，除汉奸。这没有汉奸。田二妞、李老全、杨老正、杨红雄，出来。我们都在这儿，有话说吧。上去，是。过来干什么？回头。老左，嗯，车钱花了，好，他们大家可以想想办法，你先把他们放开吧。我们不是汉奸，这儿的人都可以作证。哼，他们都是好人的，不是汉奸。谁来作证？好，我作证。你作证？谁不怕死，站出来！来，把这汉奸共产党都给枪毙了！孩子，我们要把话讲清楚。汉奸这没有，共产党有一个，要杀要砍，
朝我来吧。小路子，拉走。走，你们要说清楚，我们抗日犯了什么罪？走走走走走走，爹，走，爹，你们为什么告爹？你个小共产党，快去，走，走，走啊！大伙都看见了，我们是怎么死的？我们要抗日，汉奸反动派就来杀害我们。我枪毙了你们，看你还抗日不抗日？不许动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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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拿起来！快！快！这些人来了！站住！不许动！这些人来，自己冲！快点李老玄上哪儿去了？他们跑到哪儿去呢？是啊，四鸟都不上岗了。走吧，我去开会吧。不，那我看看。看那边，乡亲们，反动派不抗日，还不让我们抗日，他不让我们当家做主，这办不到。我们要选自己人，我们要自己人来掌权掌印，我们要团结全国的老百姓，一起来抗日。老郑哪去了？跟他讲话了？怎么样？不要紧，我的身子结实着呢。共产主义的时候，不要说话了，不要说话了。八路，我一定要去参加八路军，把这些王八蛋全宰了。哼，将来打完了仗，我就回到你们村儿。咱们呢住在一块儿，哎，你把顺顺找回来，到那时候你的顺顺一定会变好了的。好，要是真能那样就好了。这是什么？水烟袋。哎，干嘛你要捧个水烟袋呢？这可不是咱们的派头，咱们是受苦人，可不能学他们这一套。
我这个脑袋瓜子。疼吗？那就好了。老弟呀、啊，是你们来了，我们才开了气儿。说吧，说吧，我还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你只管说吧。我们这些穷庄户人，要不是共产党来了，哪年才能出头啊？老弟，我说你在我们村里住下来吧，我有好多时间要跟你商量。这会儿我又当上了村长，亲兄弟，你跟刘栋这伙人真是我们的救星啊。不选汉奸杨老成打死的，他是为了咱们。乡亲们，不要难过了。弟兄们，你们也不要难过了。玄同志，我们一定要为你报仇。鲜血换来的，你应该好好的保护他。这烟是咱们大伙的，只要敌人挖不了我的心，这口烟就丢不了。游击队在我们村住了两天就出发，我们村里有好多人都参了军。就在出发的那天早上，向前进，向前看，不住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。你怎么来了？没跟你说过吗？不要小孩，回去。回去，回去。Yeah.
动，走在最前面。我们要把敌人彻底打垮，一直到全国解放。